已经准备好了吗？一切准备就绪。哎，常来啊！怎么了？这个日本人我见过，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。明月，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，余音，秋蝉。 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？生死人生之大事，从不惯用。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用身体挡。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？叶冲。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，抓我！我不能抓你吗？